峡湾练习。过那个桥就开始刹车了，开始转了，等它过桥就踩。OK, go。看到再转，好转。刹车，对对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油门。刹车要用力一点，然后踩到前面那个桶再转。好，刹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刹车，太早了。好，到那桶子刹，确实刹车，确实刹车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到前面再转，到前面再转。对，你要看着那只桶子转。好，转油门。好，前面放松。到这边减速，到它后面去。那第一次一定会有一些那个点的那个差别的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反手拉方向盘。嗯，转就这样转就好了。哎，不要这样豆瓣。跟着走。慢一点，这边比较陡。回去就不用急，不用那么跑。对，慢慢回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这个姿势非常好，然后呢，对着那边过去。好，右转，转对，转进去，修正你的方向盘，然后出来，贴太贴墙就回正，这样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你到过了最后一只桶子再转，慢一点啊、哦，这很陡。过了最后一只桶子再转，然后瞄着这个这只转多一点，哎，对，你要压到这边来，上去车平的，对不对？它还在晃，我们直线加速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外压内加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像我这样差就已经一个直角切过去，提早超好几台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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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要跑山一定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切对路线一次。三台就过，开完过完转，人家滑到外面，你就破一次三台，从他肚子里面跳过去，对对对，好，很好，谢谢。